三毛四點四咧係一個陷阱嚟㗎，一個 trap in MC 嚇。咁呢個陷阱係來自於啲乜嘢咧？陣間會話你知嘅。咁佢咧呢度有個2x 減 y 啦，等於 6x 加 y 啦，等於4嚇。那個陷阱就係呢個位啦，啊，大家留神啲啦。咁佢咧就係要揾個 y 㗎嚇，小心啲要係揾 y 喎。咁好啦，咁點計呢？咁當然啦，呢度咧就好多同學都應該識嘅，就將佢咧兩個等於拆翻做拆開佢變翻兩條式先。咁呢個 6x 加 y 啦，等於4啦，係咪啊？咁你發現咧拆完兩條式咧好靚嘅喎嚇，一同二。咁咧你兩條式咧一加完之後咧，一式加二式咧，其實就變咗咁嘅。我差一次啦，不厭其煩。一加完咧就變咗做。y 同 y 冇咗，得翻八個 x 等於八 ，x 等於一。嗱，好多同學咧做 MC 嘅時候就好開心啦，計到一喎，收工，咁就揀咗一個答案。咁但係你記住咧，呢個 x 嚟嘅喎，你揾 y 喎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你要係直接計埋個 y 先至得嘅嚇，即係繼續計埋落去。當個 x 等於一咧，咁個y 咧就係、是、你可以二一二項啦，二乘一啦，減 y 等於四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嗰個嘅 y 咧，其實就係變咗負二嘅。啊，呢、這個先至係 final answer。